切利马修。哇，半这个第一集真的简单，半小时就三个成就解完了。啊，对，我忘了带钱德勒吼。好，星珠是哪一个？好，这里没星珠，因为团长刚变身。对，我晕了。好，哎，我在干嘛？好，这里。我什么日常圆没有？我平时怎么圆了？我平时，对，我平时不圆，我平时不圆。你要相信我平时不圆。全反击，把光珠消掉。然后把暗珠。好，接下来全反击，然后杀生，消三煮水，尽量把冰冻弄掉，消四煮也行啊。卡反击打爆他，然后呢？接下来神千斩，真伤，随便开转。哈，轻轻松松。好，中间晕。